比如喜欢吃鸡皮的，真的赚。哎，知道这样在对吗 ？AP 叉，嗯，哦 ，ZDZ 去了。哎 ，ZDZ 是不是玩的还可以？陈露，我觉得，哦，挺好，应该还行吧。但是应该是那个英雄池有点小问题吧，除了别的还行吧。他是零点几个 ZDZ。ZDZ 等于零点几个德赛，0.8吧。我操，这么厉害吗？他这么高吗？随便说吧。是 ZDZ 在微博什么成绩？德赛在微博什么成绩？德赛在微博亚军，没有，都不是新主持。但是我看了在微博的时候，是玩的确实挺好的。嗯，这但有看过他，是没有问题是那个队友玩的不是很好，没看不出来。就到那个团战的时间的画面，他还选了很多，他还选了奎因和维鲁斯吧，我记得在微博。奎因、维鲁斯卡牌，但数的时候没什么那种团战的画面，不是他们状态是春节赛状态不是很好的，输的很奇怪，有时候他在对线都结束了，这游戏已经结束了。谁呀、啊？真的撞啊！真的装，真的装，这是谁告诉你的名字？真的装，你感觉 Rookie 眼里没有光了呀？嗯，真的有点憔悴。他昨天是不是打钻可打得很晚啊？皮太，你怎么这么都知道？我们看一下。Rookie 最很喜欢让他打很晚的那种。你是不是 Rookie 的粉丝呀、啊？哎 ，Rookie 号不知道，排位他一般都打得很晚的，